宗的方式打开护心。扎到了，扎了个木头。女嘉宾燕回在拍戏过程中被木刺扎到。心动男嘉宾闪亮登场。那我知道了。他会要吵多久？你先看着我。哎呀，你就闭眼就好了。即使害怕，依旧听话的闭上眼睛。我戒不掉你，想戒不了呼吸，漫长的距离。天要细心为燕回拨刺，这是什么神仙大道呢？出来了 ，OK。哇，沉浸在拨刺的喜悦中。哎呀，你快洗手吧，你俩怎么拍戏啊？谢谢谢谢。请你喝咖啡，明天。